买门票就同城，随定随玩闪入园，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春闺梦里人》。好啦，明天见。侯爷，我再次带人去巡查了一遍，有几个人似乎不太对劲。都布置好了吗？都布置好了。看什么？今天晚上你跟我睡柴房。啊，我也为什么要跟你睡柴房？鬼白是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树敌颇多，这些路上不会太平的，刺客若是要来，这天字号房就会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。哦，怪不得你之前不跟我争房间，原来是要拿我当靶子是吧？走吧。啊，住这儿也很不安全。哎，那默许呢？夫人放心，我会安顿好的。哎，我能不能不去那边睡？不能。你睡一张床。他看什么呢？装了你！我看这驿站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刺客呢？你就是看我睡天字号房心里不舒服，是不是故意来折磨我的？你要是这么觉得，那就是吧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是一定不会跟你睡一张床的。没有，看什么看？如果你不是聂桑榆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我记得聂桑榆后肩胛骨有块梅花胎记，你看什么看？告诉你，
不要想入非非。说。客栈只有一间天子豪房。上。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醒醒！你干什么？你别动手动脚的！别说话！我找人了！你放开！你听！你放开！刺客已经都解决了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林剑星绝不可能只派这一队刺客。派两个人专门保护夫人。是。其余的人，带上弓箭，随我出去。给他们一个惊喜。
夫人，侯爷让我们在这里保护您的安全。我要去找他。走。宁钰轩，夫人，嗯，都别动，再敢乱动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我担心你有失所，所以跑出来了。让你的侍卫撤到五里以外，立刻。你这样拿我威胁他是没有用的，白费心思。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，我自己的错我自己承担，你走吧。快点，撤。侯爷，撤。剑放下。有话好好说，我现在就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都随便你，你不要冲他来，你不要，宁轩，宁轩，你怎么样？Thank you.
全面营养选得好，妈妈追剧没烦恼，全面营养就选海普诺凯1897，邀您精彩继续。侯爷您醒了，刺客都抓到了吗？死了一半，抓住了一半，活着的还没等咱们审问就已经自尽了。罢了，反正不用想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临近海坊，这林大人越发心急了，他们想让我走不进海坊没这么容易。侯爷深谋远虑，负责身后，绝不会发生意外的。侯爷，您昨夜为何把剑放下？侯爷，昨夜您昏迷，是夫人把您拖回来的。聂桑榆呢？夫人在院子里给您熬药，要为您治疗伤口。立刻派人回京，暗中探查聂桑榆的下落。夫人不就在院子里吗？他可能……不是聂桑榆。请你娶她，就算这辈子我们做不成夫妻，任何人也不可能。夫君啊，我听说咱们之前是有一点小误会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，是吧？聂桑榆，你扰乱宁府，罪不可恕。那我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认啊？聂桑榆从小研习小楷，字体娟秀，但是这几个字力透纸背，没有十几年的研习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自从我从高处坠崖之后呢，记忆全无，现在是侥幸死里逃生，也算是一次新生吧。那你脑子里还有没有蹦出点别的什么？什么别的？比如过去的记忆。曾听过在你飘雨的烟中。夫人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吓死奴婢了，这侯爷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呀？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木须，这些药可都是按照剂量来的，可千万不能弄错了。都是按照您吩咐的调制的。那就好。我早该猜到，你们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人。您有没有觉得侯爷最近的态度改变了许多？对您也没有之前那么冷漠了，这次竟然还……宁钰轩。把你的剑放下。忘情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流过脸上体柔软的倾斜，却念着两情相映尽夫人。夫人，夫人啊，他呀是变了许多，变得色迷迷，有空就想占人便宜。可是那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会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？又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？
老大，怎么样？除了侯府的一些侍卫，没有发现宁钰轩和聂小姐。我发现啊，这宁钰轩的命可真硬，又让他给跑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说这些想杀宁钰轩的刺客到底是谁呀？难道也是咱茶帮的兄弟？应该是宁钰轩的对手。宁钰轩身边如此危险，得早日把小妹带出来才好。哎，老大，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谢了。不用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吧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与你无关。怎么与我无关？你不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会放下剑的吗？伤口又疼了。没事。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，不要放下你手中的剑，不管为了谁，包括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包括我。坐过来。啊？坐过来，听不懂啊？慢点啊。少年郎看花微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，暖风也追着影儿跑，等你莞尔一笑我乐逍遥。哎呀，快来吧。别乱动，一会儿伤口会痛的。啊，你就这样啊，这样靠着我是不是舒服些？就这样啊，歇一会儿，不许乱动啊，有我在，放心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得了你一根汗。下次不要再让我看到那些人哦，否则我把他们给撕烂。哼，没事啊，有我在。水迢迢还是路遥遥，时光与我都在陪你老，任它风萧萧，舟儿水中飘，想看星辰起落，月儿皎皎。这世上你还是第一个要与我同生共死的人，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帮你找回记忆，搞清楚所有谜团。喜欢看热闹啊，那你多看几眼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然我们赌一颗珠子。赌什么？我赌你到了县衙之后就会立刻想念宁府。切，还能有比你宁府更招人讨厌的地方啊？
我可以赌全部的珠子。这么喜欢珠子，那以后就管你叫红珠吧。嗯，红珠，红珠，红色的珠，会不会起名字？那你就应该叫蓝珠，蓝珠，蓝珠。对啊，蓝珠的意思就是懒珠，是吧，蓝珠？行，红珠，蓝珠，红珠，蓝珠，蓝珠，红珠，也行，至少也算一对。啊？这次行动又失败了吧？属下无能，这点小事都办不了，怎么跟王爷交代啊？大人，适才谭王遣人送了一封密信。切莫轻举妄动，放宁进入海坊，上下联手借刀杀人。好，正合我意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在海坊来一个瓮中捉鳖。宁钰轩，好大的一份礼呀、啊，宁轩，这就是你从京城不远万里来办公的点儿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觉得呢，你现在伤还没养好，不然咱回去养养伤，好了再来。不用啊。啊？用了你的药，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这样啊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，七寸心无愧不负于斯民。切，匾上都是错别字。对啊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匾上的字都能写错，里面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办公的地方。走吧。愧字少了一点，民字多了一点。为官一线，心中少一点愧疚，多一点百姓，何错之有啊？能写出这副对联之人，又怎会最后落得一个贪赃枉法、跳崖自尽的下场呢？走吧。嗯。说不定里面还有别的惊喜呢。啊、走。哎，宁轩。这人也太可怕了吧！
近了。怕什么？不是，哎，说宁钰轩，你要是想在这儿，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可不跟你住着。谁说我要自己住了？县令携家眷住在县衙，这是规矩。夫人若是不愿意，可以去后院视察一下。后院？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别从诰命夫人变成饶命夫人了。哼，笑话。那就是卧房吧。走，你去看看去。不怕了？没事。侯爷，要不要我去找人准备饭菜？不急。先等等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夫人，我不敢进去。怕什么？我就不信了，大白天的这里头还能闹鬼不成？怎么了？那个后院，那个后院有。有什么呀？有。就是这儿。这就是你说的死人？嗯。你松手啊！我害怕。你不松手，我怎么去检查死人在不在里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都已经怕成这样了，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我是在帮你检查啊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也会害怕的。那你平时就不是个女人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。前任县令携一家老小跳崖自尽，只留下一封血书自述其罪行，除此之外别无家眷，谁在这儿给他设的灵堂？又是谁摆的棺材？哼，所以说，所以是个警告。我又没招他们，没惹他们，为什么要警告我啊？他们警告的是我。明白了。他们原本是想给我个下马威，可惜就凭这样的招式，根本吓不到。
不过吓到了我身边的这位二品诰命夫人。笑话，我就说一进来感觉有蹊跷，果不其然啊。夫人看似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呀。不害怕。那既然不害怕的话，以后夫人住这儿还是早点打扫出来的好啊。为什么要我来打扫？是夫人说的，你是二品诰命夫人，得住在天子号房，而我是七品小小县令，只能住在柴房或者厢房。那我睡厢房去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房间给你，你来打扫。哼。嗯，一颗珠子打扫这个房间，你是做还是不做呀？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谁让你是懒猪呢？魔雪，抄家伙！哎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，参见大人。大人，小的是这县衙管家，不知道大人今天能够来到海坊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无妨，县衙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今日天色也不早，诸位早些休息啊。明日若回岗位便是了。是大人，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些人看起来颇为懒散，对你也缺乏尊敬，不像个下人的样子。想必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看来是有人想用对待前几任县令的方式来对待我。既然他们想送我们一份大礼，那我们就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回这份礼。亲身与你缠身，与你延绵。
永不灭。